欢迎来到茉莉手工彩虹萍姐创意手绳。所用到的基础结都有发过慢动作的教程。先把红色线30厘米二对齐固定在工作台上，再拿紫色的线在红色线的10厘米处挂线，以萍结的方式挂上去，对折，开始编萍结。一个萍结就编好了，再按同样的方法挂黄色的线，也是对折，以萍结的方式挂线。剩下的线也是按这样挂上去，需要注意的是挂萍结的时候方向要一致。全部线挂好之后开始编，紫色的线拉上来编萍结。编好之后到黄色的线，也是编萍结，要和上方的方向一致。按顺序再编橙色的，轮到粉色的线了，是浅蓝色的线。所有的线都轮番编一遍，编到自己想要的长度，留下红色的线，其余的线头剪去稍扎好，然后编活动结，把两边红色线重叠，另拿20厘米一的线对折边平结。编2:3个萍结就可以了。羡慕温柔的笑容中含泪哭
编好三个平结，然后剪去线头稍扎好，活动口就编好了，然后再拉绳末尾打个单结。另一边也是一样的，剪去线头稍扎好，手绳就编好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记得点赞，下期再见。